手啦，抬一下你的屁股，给我松开。哎呀，终于挣脱开了。抖音，都说我太胖，满身都是脂肪，背影像一堵墙，穿啥都够呛，小姑娘难找对象啊。其实我也只是五谷杂粮，喝口凉水都不养，别人一天只要吃三回，点点你却要翻倍。抖音在宠粉，快看他好宠啊。你宠我，我当然要宠你啦，嘻嘻。你要拍照就定情的拍吧，让你拍个够。不过你可要给我拍好看一点哦。你讲我怎么好看是吧？咦，我问一下，你拍的时候有没有开美颜和瘦脸呀？抖音是不是在看竹子啊？小姐姐，我在看你呀。竹子嘛，天天都有吃，你可不是天天都能看到哦。我猜你最美的期待就是能够近距离看看我呀，所以呢，我不能让你失望嘛。嗯。抖音，拜拜。你要是不让我帮你，今天你就甭想离开这儿，哼。哈、啊、哈，奶爸被我的无敌撒娇卖萌绝技征服啦，嘿。垃圾可真多呀。抖音，抖音，抖音。